场上挥舞着你的手，那满是笑颜青春的问候。你的身影荡漾在秋千上，像夏日雨后绿草的清香。我看见你微笑的时候，像夜空划过流星般温柔。我要牵着你的手，在这世界里遨游，努力想要把这未来都看透。我要和你一起走，飞过时间的尽头，无论多久，只要有你就足够。对不起啊。没事儿，再重新来就是了。就这样才可以保持他的平衡。但我感觉像这副脊椎啊，感觉有点歪一样。不完美的才是最完美的。嗯，小到年龄、星座、长相，大到性格、爱好、家世，甚至生辰命理什么的，想到什么写什么。写这干嘛？理想型啊！我想通了，既然你我二人八字不合，我煞费苦心替你改了名，又不得善果，所以还不如追根溯源，替你解解单身之苦，这样也算是行善积德，自然可以为自己解煞了。头回见到有人理想型范围这么广。我们去吃饭吧。你给祝英台准备这样的增肌套餐，山伯兄，你有何用意啊？吊威亚是件很辛苦的事，想要在空中保持完美的体态，可不仅仅是靠气质维持。说真的，很感谢你们。感谢什么？话剧社之前在我心里只是一个曲线救国的方式，实在谈不上什么情感。但进入了排练阶段，无论是戏剧本身，还是为了让我更像祝英台而不懈努力的你们，都让我觉得这些非常值得。那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你说。参加话剧社，对你当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有什么帮助呢？我虽然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但我认为，并不是所有事情都得和理想挂钩吧。梦想是神圣的，生活是平凡的呀。
你要做的也许只是遵从你内心的想法，努力追赶，而后掌上神坛。哎，你为什么突然问我这个问题啊？没什么，吃饭吧。吃什么饭呀？今天这个事情必须解决。既然关键词列举失败，那我们就用举例法。这方圆十桌里有你喜欢的姑娘，我们就奔着那个方向去。我就不是个广撒网的人。少废话。左手边第二桌那个美女，谈量调顺。炸鸡配可乐，食不同不相为谋。哎，那边坐北朝南那个，你看他喝咖啡的样子多优雅。啊，不行不行，你看他那手，我这经济条件，六环之内的基本上都供不起。哎，那种……哎，先停一下，我这已经全部打过一遍眼了。你看这边这个鼻梁太高，高度基本上跟日后用来维护的成本成正比。西南角这个，恶味口腔的上壁分为硬恶和软恶两个部分。不好意思，你这魔镜了吗？连路都不会看了。我啊，下次注意安全。谢谢你啊。我先回去了。文静，怎么了？你周六还复习吗？嗯。要不来我家呗，我们一起。啊？啊，你别误会，虽然我现在已经是成年人了，但是你也别把我想歪了。我向师姐借了几本笔记，我们可以一起分享。这个，我爸妈都在家，那个营养餐也不在话下。嗯，好吧。那，周六见。嗯。文涛。啊。如果我刚才说周六不复习呢？那我就直接邀请你来我家吃饭呗。哦。想什么呢？这位病患，你要是不配合我问诊的话，我是没法制定治疗方案的。打从我记事起，我就从未拥有决定自己事情的权利。小到穿球鞋还是人字拖，饭后选择哪款甜点，大到选文还是选理，可以匀出多少时间来干一些无关的事情。其实关于无关的定义也不是我自己能决定的。比如说学医。
我甚至都不知道，如果我不学艺的话，我还有什么能更喜欢做的事情。我尽全力去尝试，用自己的思维去决定问题，可到头来却发现，我所谓的思维，只是一味的和家长唱反调，最终孰对孰错，也没有人能够告诉我。可是你们家有像高教授这样的人生导师啊，你还真有点身在福中不知福啊。太阳背后的黑暗，你是看不到的。就算是像你说的这样，那这次考核是个很好的机会啊，你可以证明给他们看啊。证明什么？证明他们的决定是对的。你为什么要这样想？那你要回决定权的目的是什么？不就是为了过好自己的人生吗？那当然是要证明你自己可以对自己负责啊。说得到轻巧。我为了追赶高教授的脚步，恨不得一分钟掰成几瓣用。你倒好，努力付出却是为了远离他。真是有点想不通了。天色不早了，我送你回去。我宣布，魔鬼车轮战提问复习模式正式开始。谁先来？先来哪个部位？高阳，要不你？哎，月儿，每当你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的心就如同这颗小心脏一样，凝合在一起。如若不然，他们将支离破碎，分崩离析，散落各处，替我分担那日渐增长的相思之痛。如果你不想再体会这指骨和腹肌之间的撞击之痛的话，就赶紧收拾门面。敢问这位仙女，愿意被我这小心脏疗疗伤吗？哟，这可是五月的心呢，我哪要得起啊？哎，聊得起，聊得起。你拿这个过来，是想告诉我唇亡齿寒的道理吗？其实是因为你最近都没怎么和大家一起复习了，所以我来帮你巩固巩固知识点。不必了，口腔结构我初中就会了。对不起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是赢在起跑线上的那个人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为什么你要把帮你起跑那个人视为仇敌呢？看来他在你心中的地位还真是很重。跟随高教授学习一直就是我的理想，从没变过。而且为了能够实现它，我必须强迫自己每一步都要精准地走，尽管这条路上会有很多阻碍。但我选择的方法也一定是面对和解决，不是逃避。高一阳，孩子就像牙齿，爸爸就像嘴唇。也许有时候牙齿会不小心把嘴唇给咬破，但嘴唇是不会责怪牙齿的，他只会自己慢慢愈合。这次考试对你来说是不是真的很重要？我们是在讨论你的问题，不要转移话题。是或者不是？是非常非常重要。那就加油好好考，
别把精力都放在不相干的事情上。干杯！哎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干杯干杯。嗯。来，文静啊，啊，别客气啊，跟家里一样。谢谢阿姨。文静啊，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？我爸他平常比较幽默，他是想问你，今年多大了？别瞎说，看把女孩子给吓的。文静啊，阿姨问你啊，那你今后打算是往哪个科室发展啊？阿姨，这个问题我暂时还没有想过。我跟你说啊，这女孩子啊，最好是干那些收入又高又不太累的工作，将来还得有时间带孩子呢。我妈她就是爱操心别人家的事儿。嗯，怎么是别人家的事儿呢？涛涛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现在是快成年了，那有些事情是不能逃避的，对不对啊？你妈说的对，一切尽早准备啊。嗯，文静，你刚刚不是说要上厕所吗？厕所在那边。啊。哎，好，谢谢，我先去一趟了。嗯。爸妈，你们聊得也太跳跃了吧，我这都还没追到呢，我就一杆子要吃到抱孙子了。啊。嗨。涛涛，对不住啊，一会儿我跟你妈一定注意分寸啊。文静这孩子还真不错，踏踏实实的，妈妈喜欢。嗯。爸爸也喜欢。涛涛啊，为了让你啊早日追到心中的女神，我和你妈妈，来，加个油，加油，加油儿子。哎，儿子，多吃点啊。哎。真理之门就在眼前，敢不敢进？这不是敢不敢进的问题，难不成你要拉着每个过往的病人都做个问卷调查呀？七星同学，复习时发现问题是无法避免的，我们能做的就在考试到来之前尽可能把它给解决掉。你这畏畏缩缩的态度啊，可是逃避的表现啊！你少偷换概念，对于真理追求，我是再也没在怕的。好，为了让真相浮出水面，我决定豁出去了。我依稀记得上次出现此情此景，还是我追雨石那会儿，我拜托你做我的军师。现在眼看你一脚踏入成功的圈中，我也算是功成身退了。我大禹不是知恩不报的人，就算我推不动那小子，那我也得推推你啊。推我？你别费心了，他需要的不是我能给的。哎，不知道
你们俩是真傻呀，还是装傻呀？明明心里只有对方，那就是不肯承认能拯救彼此的只有对方这个事实。你想太多了，咱们都想太多。哎，五月，其实有一天易阳在礼堂，他跟我说过，他说他明天还要考试，早点休息。大半夜的潜入医生办公室，还偷病历。哎，你俩这跟那些越狱犯跑到警察局去偷案例有什么区别呀？我的好师姐，你就小点声吧，本来没什么事儿，这被你一嗓子，我们俩直接留校查看。再说这不也没投诚吗？就是，顶多算个未遂。就是，哎，我说你俩这都什么态度呀？啊，你快看看他俩。算了算了，这不是也算他们俩走运，正好偷到我办公室了吗？早要是知道，我就算偷医务处都不偷你这儿。就是因为这小巫婆，非说这地方一算就有什么人烟稀少不会被发现的大项之处。行了行了，说说吧，你们此次的作案动机是什么呀？如果要是合情合理且值得同情的话呢，我可以开个后门，通融一下。就是我们俩复习到肺炎那节了。然后就打了个赌，说到底是病毒引起的数量多，还是支原体引起的比较常见。哎，我说你俩这复习重点转移的也太奇怪了吧？关键是什么？关键是一个转移，另外一个还能无缝对接，你们俩也算是天生一对啊。完了完了，这瘟神送还送不走了。所以到底是我赢了还是他赢了？过来。下次常来吃。嗯，都是很好吃。叔叔阿姨，今天谢谢你们，我就先回去了。这个给你。不用了，拿着，拿着，啊！常来玩啊！好，一定常来玩。拜拜，拜拜。在这个临考前的夜晚，临床二班的磁场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。有人误打误撞情愫暗生，有人不畏失败越挫越勇，有人选择消耗体力来忘记烦恼。殊不知跑步是这个世上最孤独的运动，只会让烦恼更清晰。至于那个一直在自己跑道上心无旁骛的人，突然间改了主意，狠下了心，决定要换一条路走一走。在变化降临前，那内心的焦灼与煎熬拖得仿佛比一个世纪还要久。大家先安静一下吧，我先说一下考试的规则啊。进入考场之后，考生将展出的骨模型局部的名称按照编号的顺序反映在考卷上，但每个模型呢，给大家十秒钟的时间。10秒？哎，我上大学那会儿可是规定十秒钟看完全部的哟。那你多厉害！要不咱们统一标准吧，好吧？哎，马上就要考试了，老师呢也没有什么送得出手的，拿着一张答题卡吧，啊。哎，谢谢老师。文静，待会儿千万要把字写大的啊。谢谢老师。哎，朱老师，我们的呢？你们是第一组啊，答题卡管你们杨老师要。哎，那朱老师，用您的神手赐我点力量吧。大姐啊，嗯，高一阳呢？这马上就要考试了，人怎么不见了？我也不知道。
你们四个可以去了。啊。老师好。来，谢谢，谢谢老师。提醒一下，还有最后30秒时间。喂，高阳到底去哪了？我哪知道？我昨天晚上回宿舍都快12点了，我也没见他人啊。文涛，你知道吗？我昨晚回家住，我也不知道。老师，我好了。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怎么样，我够不够意思啊？于是，你不愧是我心目中的阳光女神。少油嘴滑舌。哎，你最后到底有没有把那答案写上去？啊？什么答案？哎，这是什么答案嘛？怎么样，难不难？哼，哥们儿觉得还行，主要是哥们儿有惊人之处啊。你，我觉得高阳这次真的是玩完了。下一个同学，赶紧考试去吧，去去去！我还真是第一次见这么低气压的娃。高阳现在处境非常危险。怎么说？先不说他的教授老爸对他缺考的这件事会多么的暴跳如雷，就看五月刚跑出去这个速度，我都能估计出以这样的速度惯性打出去的一拳得有多疼。嗯，也不尽然。如果五月出去的时候是心灰意冷的状态呢？那完了，那岂不是变成一块速度10公里每小时的煎饼，哐当一声砸到高阳的脸上？还以为这俩人这么两小无猜的，他们中间的那层窗户纸可能轻轻一推也就破了，这个倒好。可
是我觉得窗户纸这种东西是不能由第三个人来捅破的。考试考得怎么样？你真的想知道吗？也对，你对自己的理想坚定不移，也许我的担心是多余的。为什么没去考试啊？我说过，我想拥有决定自己行动的权利。这就是拧战你爸的方式，丢盔弃甲。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，高阳，我真的不明白，为什么你明明知道现在自己已经出现了很难解决的困难，却还一直拒绝别人的帮助呢？你现在完全就是一个无端和家长对着干的幼稚儿童。想要帮助你的朋友打开了你的心门，也发现了你身上的伤，但你的选择呢，却是反锁上这道门，还留了一扇观察窗，好让大家看着你堕落。逃避考试这个事情，让我觉得你根本就是个懦夫。你说完了吗？没有。你不是想知道我考得怎么样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人生中经历的所有的考试，包括高考，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轻松完美。喂，刘叔叔，西西妈妈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西西妈妈怎么了？这是医院刚出来的诊断报告，癌细胞已经扩散了。扩散？刘叔叔，那现在还有什么治疗的方案吗？放疗、化疗，或者是生物治疗呢？本来啊，胰腺癌的前期诊断就比较困难，手术切除率又相对较低，术后五年生存率也很低，可以说是最难治愈的癌症。而且，病人来到医院的时候，情况就已经不太好了。手术治疗的最佳时机就已经错过了。你刚刚说的那些方法，现在也只能是有限的延长病人的生命，且时间很短暂。一定还有其他办法，刘医生。我之前有看过一篇医学论文，上面说现在有一种疗法叫基因疗法，有没有可能试一试啊？基因疗法现在还停留在临床试验阶段，也只能是小规模的应用于胰腺癌的前期治疗中。像病人的这种情况，恐怕也是无能为力了。现在这种状况，跟病人直接交代不太合适。难道
唯一的家属，年龄又那么小，所以我想了半天，还是只能把你们叫过来商量商量该怎么处理。马林的味道相信是所有医学生最熟悉的味道，可你知道吗？具有防腐、消毒和漂白等功能的福尔马林其实是甲醛含量为35%至40%的水溶液，而2004年甲醛就被确定为一类致癌物，还会对肝脏、呼吸道、眼、神经系统等造成损害。但常常接触福尔马林的医生们为什么很少因此生病呢？大致有以下两个原因：一、解剖室、实验室、手术室等场所会保持良好的通风环境；二、甲醛浓度较低，而且环境较冷的情况下挥发的少，比如在夏天开空调等。一般来说，这些场所在甲醛污染管理方面都有标准的管理流程，严格遵守操作管理流程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甲醛伤害。最远的雨降落地平面，带上你心里的雨，下在海岸边，流星划过在秋天，消失天际线，想和你看日落海面，转在年轮的圈，旧明信卡片，等你画好一个圆，寄回我身边，七月的鲜艳，你还是不舍得走远，你还是住在我心里面。时光的手指尖轻轻地掠过那些无声的湖面，隐藏了多少年走过的路，想写进你的故事里面，不再见相见，我还会怀念，不负。
现舞台中间没有你的出现，你的心愿我一步一步全都实现，说再见让你去冒险，记忆中你的脸慢慢的悄悄轻轻念念消失在落日海面之前，许过的愿像流星落在你的身边，再相见你还是从前翩翩少年。